如果还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那我们就要晓得，凡夫啊，六道凡夫啊。啊，人家说是你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自己要晓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假的能不能修成真的呢？能。我们今天发心，以无量寿经，以净土，现在是无尽啊，无尽一论的修行。那你是什么人呢？执着于说就是阿弥陀佛，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而不是一般人讲的，祖师大德说的啊。夫众生之生灭心，处处能缘，独不能缘于般若。这是说凡夫心，我们也称它叫轮回心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它的作用啊很大啊，处处能缘，能缘过去，也能幻想未来啊，就此界他方啊，他都能想。虽然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佛经上说内他能够圆到阿赖耶，外面能圆虚空法界，他就不能圆自性啊。般若是自性的根本，他圆不到自性呢，当然般若他就圆不到啊。佛在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都是凡夫心呢圆不到的啊，就众生的生灭心呢圆不到的。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圆到呢？见性就圆到了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哎，就圆到了啊！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都显现了啊、所以须未登别地啊，别教地上之菩萨，方能契入啊。别教初地就是圆教初住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初住以上啊，这个别教是讲初地以上啊，这样的人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。这个时候他就圆到了啊，方能契入啊。这个契入就是入自性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明心见性啊。于无助时即生心，于生心时即无助啊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。生心是现象啊，生什么心呢？生度众生的心啊，四弘誓愿里头第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他怎么生心呢？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别教地上菩萨，圆教十住菩萨，都是真佛。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讲的分正即佛啊，在它上面呢，那是究竟即佛啊，究竟即佛只有一个，
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啊，分正即佛呢，有41个位次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这41个位次都是分正即佛。啊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真佛，啊，叫相似即佛，很像。为什么？他用阿赖耶，他没有转识成智。啊，转世成智，那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地上菩萨了，啊，见性了。没转世成智，就是没见性。那么这个是属于佛教常识，啊，我们应该知道。它的应化是众生有感，它就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它就现什么身。释迦如来当年在印度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32相80种随行好的应身佛啊，现这个身相。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唐朝时候出现的啊，他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释迦佛没有两样啊，所现的是同样一个境界，不同的呢就是他现比丘身啊，释迦牟尼佛现的佛身啊，32相80随行好的身啊。能大师在中国那是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现比丘身啊，真的在他一生当中度了40多位比丘成佛了啊，明心见性啊，一比丘身啊。那么他现身的时候给诸位说，他就是无住。无住是什么意思呢？现的身相跟我们没有两样啊！啊，这个身相也是早起晚睡，啊，也是天天要吃饭要穿衣，没两样啊！啊，真的有不相同的地方，啊，不相同就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就叫无住。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化身大师应化在世间。啊，无住跟身心是一，不是二。一桩事情。啊，这就应化在世间。如果还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那我们就要晓得凡夫啊，六道凡夫啊，啊，人家说是你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自己要晓得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假的能不能修成真的呢？能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同名佛的名号无量无边啊，同名菩萨的名号也是无量无边啊，观音菩萨不是一个人啊，你要是一个人就错了啊，像在学校念书教授一样啊，观音菩萨好比是语文教授。那我要问你，这世界上教语文的教授有多少？
你就明白了。我们凡夫执着说观音菩萨以为就是一个人，这就错了，太多了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修这个法门的都叫观音菩萨。那修般若法门的那都是普贤，那都是文殊菩萨。修十大愿王的那都是普贤菩萨。啊，修孝亲尊师的都叫地藏菩萨。这是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么多菩萨当中，他境界同不同呢？不同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，从初性位到等觉位，一共52个阶级，他是哪一个阶级的观音菩萨？啊，我们在三部经上看到的观音菩萨，就不是一个位次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这个观音菩萨。是好像第七回向菩萨，三贤里面第七回向，啊，这个楞严经上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，啊，刚刚证得圆通啊。法华经上的观音菩萨是等觉菩萨，不一样啊！哎，所以说观音菩萨再来的哪一个阶层的观音菩萨？如果他是实性位里面的初性位观音菩萨，啊，是的，他是观音菩萨，他还没出六道轮回来，啊，他断证的功夫只等于须陀洹。但是他是修观音法门的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我这是一问51个位次的，他是哪一个位次？差别很大了。啊，初住以上啊，那是分正位的菩萨了。啊，法身大师，真的法身大师啊！啊，如果他是实性位里头，从诸性到实性，他没有出十法界啊，他修这个法门，不能说他不是菩萨啊。我们今天发心啊，以无量寿经，以净土。现在是五经啊，五经一论的修行，那你是什么人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，不是一般人讲的，祖师大德说的啊。啊，你依照这个法门，啊，所以敬宗。是以果为因啊，这个很特别，84000法门啊，没有一个是以果为因的，只有这个法门以果为因。果是什么？果是阿弥陀佛啊，概要里头后面黄老居士引用许多经论来说明这桩事情啊，所以对于经教通达的人，他清楚，他不会执着啊，他了解事实真相。真正的成就
一定是别教初地，原教初住，啊，才算是真正成就。没有到这个，是相似即佛。在第一层的还达不到相似，那我们就得加功用恨了。从理上讲是名字即佛，那人人平等，有名无实。为什么呢？你自信是佛，所以佛在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开始学佛了啊，很认真的学佛，但是功夫不得力，这个时候叫名字即佛啊，你有名无实啊，名字即佛啊，功夫得力了，观行即佛啊，观行位就不错了啊，到观行位，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里面，就是讲的功夫成片了。观行是功夫成片啊，决定生凡圣同居土啊。那相似呢？相似就不是同居土了，方便有余土啊，那是四义心不乱了。离业心不乱呢，生十报庄严土，那就是此地讲的位置，别教地上啊，原教呢是诸佛，是诸法身菩萨啊，一层一层都得搞清清楚楚的啊，我们一级一级往上去啊，往上提升呢，这是对的。那提升，提升的方向啊，一定要依照这个顺序，要先放下执着。你说我先放下起心动念，不可能。起心动念你一放下不就成，那就是妙觉位了，那不是分证的，那是圆满证的了啊，那个做不到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